看一下啊，要怎么改造？这边把它挖掉好了，把这边挖掉，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能挖这个。啊啊！不要！你干嘛啦？不要突然乱叫。助けて！把自己关起来。好啦，这边快，您已经快搞定了。我的建筑大业快完成了。欸，上面是那个，上面好像是一般的泥土。哦，那这样不能盖那么高欸。好吧，先把它弄掉。可以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然后我这样就可以看到里面了。我这一层挖掉了。这样也丢到里面去。你可能是实验室啊，它不是实验室啦，它是鸡舍，只是单纯一个鸡舍而已。我跟他睡，赶快睡吧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累了，开始晃神了。快了，快了。你还有15分钟。对呀、啊。地下鸡舍，地下鸡舍不好，鸡会生不出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生不出蛋？会吧。你是招生啊？为什么不会生？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 OK 啊。应该是会生才对啊。不一样吧，应该是都一样会生才对啊，對啊，怎么会不会生？嗯，旁边啊，旁边路这么大条，这样吧，这样。我现在保持不够，所以不能跳。走这里啊，走过来啊。嘿嘿嘿，我就说我保持度不够啊。恭喜你啊！那你没有东西可以叠吗？我没有东西可以叠了，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叠。啊，那你跟我讲一声嘛，因为你有东西可以叠，然后叠之后就这样跳过来。那我现在这里是哪里啊？你家后面啊？家后面吗？好，我帮你搭了一个泥土桥了，可以了吧？哦，是这里呀、啊。七，我帮你搭了一个那个泥土桥了，可以了吧？哦，可以，漂亮的泥土桥，啊，你赶紧捡！那需要大量的铁矿。啊，你没带东西出来哦？没有。难怪你什么时候还要跟五六玩 GTA 哦 ？GTA 的话就是要等周末吧，礼拜日。我只是要那个。要什么？回报速度。没有，不是。对，我只是要回报速度而已。这样。这样。嗯。这样。嗯哼。哎、欸，好贵哦。骆驼蛮贵的，我快把所有的铁都花完了。然后死掉的地方在哪里？只做了八个。做八个什么？八个漏斗。做那么多漏斗干嘛？因为爱啊。做一个漏斗就好了、啊。因为爱啊。哇，真是。因为我喜欢量大，树大便是美。我来看一下啊。那我没用。我家没铁的啊，不用看。你刚才顺手翻一下就对了，看一下。我家很穷的，你知道还剩下几个？我还缺几个啊？我还缺，啊，这样够了，六个就够了。做一个肉得要五个啊？对啊，五个啊。应该快搞定了。错那么多干嘛？Perfect， 完美。这样很方便啊，做多才方便不是吗？你要不用啊，你就做那个就好了。还可以把它改成全自动型的烤鸡机耶。不用啦，欸，你看我把它敲破。
不是我把球破哦，是我啦，我把外面的玻璃敲破。为什么？外面的啦。为什么把外面球给敲破？不是我自己放倒的啦。哦，这样有那个吗？推对吗？感觉有点好像没有。有啦，还缺一个箱子啊。我要盖大机场，大机机场，大机，有30公分的那种，对。把你们锁在里面，赶快出来啦！嗯哼，赶快出来了。我有个鸡蛋哎、欸，等下可以丢啊，等下可以开始丢了。什么时候可以丢？待会啊。要不要再加一个那个？等下老皮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就挖了个洞就好啦。哦，走啊走。要不要再加半砖啊？不用啊，为什么加半砖？加半砖会比较稳一点。是为什么叫稳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习惯加半砖。不用啦。不用吗？加半砖也比较好看欸。不会啦。我气真不好。你怎么讲？因为我之前看都会卡在那个漏斗的边边。会吗？可是我这边不会掉啊。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还是怎么样。有啦，这样就有三只鸡了。这样鸡会跑出来吧？就等他们长大啦。有吗？有三只鸡吗？一群蠢鸡。那边绕来绕去，超好笑。两只鸡，我也有两个鸡蛋。丢啊丢啊丢丢丢，有丢有鸡有鸡蛋就尽量丢吧。海妈，两个都没有。好弱、哦，好弱、哦，什么呀、欸？你好弱、哦，不要打地鼠啦。我记得我家里好像有蛋吧。好啊，我们去把收集起来丢一丢啊。好，我这里有五颗，我要丢。好啊。我还以为史莱姆、欸。应该史莱姆在跳吧。没关系，我家有蚕的话应该会更好。啊，五颗做一只。有一只就好啦，反正到时候有要收集再叫要去那边收就好啦。你也不用急。我家有一只蚕，应该还不错哦。有一只蚕，那 OK 啊。我只放几只而已。你放几只是几只？你知道蚕放越多声音越大吗？哎、欸，你家真的不错哎、欸，你还有做啊？做主要是说我家这样子的风景，再加上蚕叫声的话，会很赞。有没有很适合？然后我要把蚕放去那个我的树上。好吵、啊！你到底放几只啊？好多只啊！我只放了几只而已啊。你是放去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好吵、啊！放在老地方嘛。老地方又怎么有点哦？这样终于安静，那边好吵、啊。根本没有安静啊。没有，我离很远就安静了、啊。那是因为你离很远呢、啊。有人说放蚕给鸡听，鸡说吵死了。不要啦，不要虐待他们，他们要有产量哎、欸，我要吃鸡肉。全自动的烤鸡机好像也还好哎、欸。不用啦，用为什么要弄全自动？我说的全自动是你就是真的完全都不用理它，就生产肉给吃。而且还是烤好的，定期去弄就好啦，定期去弄一些。可是那个方法的话，你还可以省掉那个煤炭去烧啊。你往后看一下，到底是放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然后用心去找。哦。两株了，你过去还破坏人家的家？你现在在我家门口放花，你不要没看到、啊？发现了，我还叫你说往你往后看一下，你还不理我？你有跟我讲话吗？干嘛偷翻我家的柜子啊？没有啦。你干嘛把花放成一个一个？
啊，幼稚哦！哎、欸，我们家都没有进展哎、欸，因为小海家都已经盖那么漂亮，我们家现在盖什么东西、啊？有啊，我家一直有进展啊，是你自己没有在努力哦。我家进展比你多，还看家？哪有？我家进展很多。你那你砖块比起来有比我多吗？嗯，你比砖块的话有比我家多吗？没有吧？我真的还找不到一只在哪里、欸，是埋在土里吗？好啊，找到了。看到那不是草地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你他妈放一个树丛在我家门口挡我路啊？那不是树丛。耶、yeah, ，我家好漂亮啊、哦！我家很漂亮啊。好了，继续改造一下啦。我继续，我要继续建造了。不要理小黑，你小黑真的很烦。哎、欸，谁很烦呢、啊欸？拜托，两只就有够吵的，一只就好，两只超吵的，两只很吵啊，真的、啊。一只就好，两只超吵的。老飞找到中医的吉他吗？有啊，我看到一只了，我应该近期内就会买了吧？我想把它买来练习一下。最近不是麻将有弹那个生日快乐歌，哇，超厉害的。那个吧，那个超简单的好不好，是啊，那个很简单啊，那个很简单。不过也是啊，我觉得就是肯弹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一件事情，因为有人弹了还不敢唱，很弹，有人还别人帮他弹了，他还不敢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老师已经快盖好了，你们俩在干嘛、啊？哦，一定又放了什么东西？漂亮！啊！什么、欸？你到底在干？到底在干？我在干了什么好事啊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好事啊？那你看不起他？他现在被张臂追。那你跑我家躲干嘛？因为外面有僵尸。你能找到什么东西吗？石头啊！没关系，你引进来没关系啊。让我上去！苦力怕爆炸。是蓝色的 啊, 啊？蓝色的啊？为什么你会受伤？还是会有伤害啊？啊！你根本就抱头鼠窜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已经不想盖我家了，好无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家就这样子啊。你现在这样就很漂亮啊，你就继续盖啊，不然我们去那个小孩家恶作剧好了。好，好啊，好，走啊，不然他家都没被搞，都我们家都被搞而已。不是你们两个要搞的吗？你看他家多漂亮，我们家很漂亮啊。抠抠抠。欸、你不是说进来要敲门吗？你都敲了，我就不用敲了。不要踩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浪费素材好吗？浪费。哎哎哎！不能烧了，木头会烧起来。然后这就烧掉，我跟你讲。好啦，我的错嘛，真是的。打火机禁止。差不多了啦，快要一点了。所以我好累，我觉得开五个小时真的是接力耶，就是那种燃烧、啊、燃烧自己的那个。燃烧。对呀、啊，好啦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吧，我们就大家来个成果发表会吧。下面是小海家啊，小海家是一个。木造的二层，哎、欸，厂长，这是木造有楼中楼的啊，是两层楼的一个建筑物，还不错啦。这边它都可以放床哦，其实我还蛮喜欢。你们偷射我，别打我，我这快死了。那还偷打？你看，啊，他家外面中间有个那个庭院啊，庭院不错，那还有菜园，这是甘蔗园，棵树上面还有一园，对啊，树上面还有那种。我要射残！我要射残！不是要射你，我要射残。乡下农庄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射残当然是哎、欸。
好啊，先要去那个史莫燕家了。莫燕家，你在唱歌了。干嘛去我家？你只要看一下盖怎么样啊？就这样子啊。好烂哦、喔！好烂哦、喔！那怎么烂？你家什么都没有、欸？还是啊？还是啊？还是啊？不玩了。我要把人家拆了。刚好把人家拆了，奇怪。我在哪里啊？把老皮的东西都丢进他的箱子好了。我往哪边走啊？出来之后，我在一个悬崖那边，可是看不到东西，没知道找你们家。哦、oh! 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你，行多不易。在我家，在我自己家也没有被杀。行多不易，必这样。必啊啊哦，饿死吧！救命啊！为什么最后是被烧死？太夸张！救命啊！好多僵尸，好多僵尸！好大肠啦！你为什么拿我的东西？那是我的东西耶！你不要在那边假了！只是因为我这时候几个怎么忽然消失了？好了，不要打了啦，你那很过分。哎、欸，是谁在那边打？哎、欸，是谁先杀谁了？不要在那边讲理由了。有这么两把弓哎、欸，你要吗？两把弓。两把弓，我这边两把弓。哎呀！我要去海猫家避难。我觉得我就把我家当工厂就好了。我要住海猫家。我也要住海猫家。我家住不了三个人啊。你以为有哭工啊？你在被偷射我。你还以为有哭工？好好笑。其实真的，真的就是有哭工的啦，真的有哭工的啦。这外面真的有哭工啊！